放暑假回来家里拆迁，老妈给我找了个私人秘书，突然女友来电，我回来了。行，分手吧，太累了，正好我看你也找下一个了。啊？为什么分手啊？这不是下一个，他是我私人秘书。什么？私人秘书？啊？就你这样的还配秘书？啊？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，你配得上他吗？我怎么配不上啊？我俩都谈恋爱谈五年了。你有钱吗？你有实力吗？你有背景吗？拿什么跟他谈恋爱呀、啊？拿9块钱一碗的麻辣烫吗？啊？啊？不是，你玩真的呀？等会儿停。对了，我要送他回家了，你就是骑你的小电驴，拜拜了。我用情付出流水，爱比不爱可悲，凭什么还是自己说的自尊？不是，他这车是叫啥玩意儿啊？老板，那叫宝马。